啊，咱各位学员、各位同仁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我叫潘良华哈。那么真欢喜今仔咱有这新的学员，哦，肯开时间，哦，开金钱，哦，来这做认识咱台湾国际法律的地位哈。那么初级班三讲两枚，啊，咱过去做过学生，啊，足久唔捌过来做学生哈，过来坐这款桌啊椅啊哈。回味一下以前哈，那么主要来这目的，特别甲咱六十九年来头壳内底，许个国民党甲咱教一解一寡这个唔对的、错误的讯息，哦，系一寡本子伫咱头壳内底，咱要来甲清清哦出去。但是唔是三更两暝就清会清去，所以你嘛爱买咱秘书长所出的一本《新台湾论》，咱后壁吼有咧卖。这本册，都拿咱上过民政府高级班的人拢知影。这本就是咱台湾国际地位的圣经。吼，我用这句话来个肯定，因为台湾的国际地位，有90%，你为这本册内底拢差不多会当了解到。啊，当然，秘书长出十几本册，吼后壁。哦，你呐，真正要好啊，明白台湾的国际法律啊，国际地位，哦，你一定爱讲究。新台湾论你得爱买，啊，你买了，啊，明仔去秘书长有半点钟的时间，还是后日，你再请伊甲你签名啊。那咱民政府执政，你要叫伊签名都困难啊，迄阵都做无用的哈。那么我今天要讲这个主题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那么为你这个看，句话里底有意涵，表示啥？咱台湾无正常，对吧？就是无正常，咱较要爱，予伊正常化。要哪有正常化？若要过去靠独派、民进党遐个波无效。台湾若要独立建国，那会成功早就成功啊！袂讲惊六十九党，要出去要阁要国民党甲你饲甲死死死，吼、哦！台独建国，这是一个假议题，因无可能达成，因为台湾毋是无国家，咱叫做大日本帝国，吼、哦，即马简称大日本国。咱毋是无国家，咱只是欠一个返还的程序，就是像琉球同款，琉球美军占领，然后日本政府，吼，跟美国政府参详，讲我要赔你偌济战争债，你可要甲琉球还我，我日本，美国迄阵1969年甲开3亿2000万美金，日本政府迄阵因为战后。无啥开到国防经费，因为被占领的日本地区，伊国防拢美国咧负责，所以请所有的人才、科学家拢咧研究，后边做一挂啥物新科技的产品，哦，比如讲录影机、卡梅拉、吼、哦、手表啊、石英表，有无？较早瑞士的瑞士表，欠个了袂条。一个石英表出来，比较准，佮差不多伊个五分之甚至十分之的计数，所以瑞士表咱们用袂倒去，吼、哦，遐公司，所以日本赚足侪钱，所以卖3亿2000万美金无问题。所以伫1969年，甲这条钱付了，因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，和日本嘛，美国准甲琉球甲钓鱼台。哦，尖阁群岛拢还我日本，所以尖阁群岛是日本的。啊，有人会讲，嗯，啊，钓鱼台不是咱台湾的吗？还无唔对，钓鱼台较早是台北州吼宜兰厅咧管辖。那你莫袂记的，台湾咧管钓鱼台，那么什么人咧管台湾？日本首相。
派总督伫台湾咧管，所以钓鱼台是台湾的，台湾是日本天皇的，安尼钓鱼台上的日本天皇的啊，日本政府咧管的啊，哦，这有所有权甲管辖权哈、哦。日本天皇有所有这大日本帝国的土地，那么伊把这土地交日本的首相咧管理嘛，啊，这首相。啊，那今麦是以民算算出来哈、哦。好，那么我今天我就将我所做的这個简报系统，好、哦、来向各位做一个报告。好、哦，啊，咱首先，咱来简单来看法律上台湾近代主权地位变化，咱做一个简单的小概哈、哦。就是1895年，因为甲午战争的关系，大日本国。日本皇军啊，打败台清哈，那么所以签一个下关条约。咱咧习惯用这个下关条约，这是日本的用语。那中国因拢讲马关条约哈。那么是依据日本天皇依据下关条约，从大清皇帝取得台湾跟澎湖，这是下关条约是国际条约，唔是国民讲哦，伊课本甲咱骗讲。日本窃据台湾，好、哦，不是。过来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无交无条件投降了。然后，伫1952年，日本依照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，对所有权甲管辖权切开。那么，主权还搁伫日本天皇的手里，无过户。哦，无像讲迄阵《马关条约》是大清帝国永久割让，哦，永远割让台湾跟澎湖给日本天皇。你会记永久割让是啥物意思？拼无形个嘛。哦，最高进，加工放弃，干那地上管辖权呢？所以无割让，所以无办过哦。所以主权要搁伫日本天皇手里。这都干那讲？你有一块土地，一家地，我甲你租五栋，啊，你每一栋讲要租10万，我若交50万付予你，啊，咱签一个合约，等于就是你5年来你放弃你管迄个土地电管的管辖治理权，我要带电管要种山啊，种啥物水果，种香蕉，在我种，你袂使这5年你袂使甲我限制。但是5年到，你若讲不爱去做，我你就收回，你的地上权嘛收回。我给你做迄5年，你嘛咱嘛无办过哦。所有观众的名嘛要你的，对吧？所以，今嘛台湾朋友要搁日本手天皇手里，所有观众伫日本天皇手里。我给你做，所有观众嘛要伫你手里，也不办过哦，对不对？好，安尼这個、意思。所以目前。台湾朋友要搁伫主要占领全国，这个主要占领全国是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用语哈、哦。美国军事占领中，主要占领全国是美国，有一个主要占领全国，当然的中华民国只是一个次要占领全国，是代表美国哈咧、哦、管台湾哈、哦。所以即马依照《台湾关系法》，委由台湾治理当局。这个台湾治理当局是台湾关系法里面的用语，较早拢讲中华民国，但是1979年1月7日，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，所以就袂再阁用中华民国这个名，就干那一定用台湾治理当局，啊，台湾 authority 来代理美国来管台湾甲澎湖，哈、哦，上简单咱这三项先甲记开，哦，这个是简单的啊，明仔后日，哦，咱还阁有其他讲师会阁讲较详细，哈、哦。过来，咱台湾有足侪问题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问题就是造成咱台湾人读个无清楚，啊，台湾国际地位无正常，甚至咱家己读个内底，咱的心嘛无正常，因为迄个国民党放毒，教一寡假历史，啊，所以咱来甲咱一寡真相了解，吼、哦，首先咱就要先知影讲，到底咱是啥物人。我们从何处而来？咱是对一国的人，
咱是对一个种族的人，你要搞清楚，啊，若无你会认贼做老爸。进台湾本土台湾人有一半以上认贼做老爸，佮做到认甲足欢喜的。吼，哦，啊，咱来知影，咱来看吼，看这個地图。这西部平原，这个浅绿色，这个，好，哦，这是原住民族平埔族。哦，你莫讲原住民拢是高山，西边这个较平地平原的所在叫做平埔族。那么这个土黄色这边，中央山脉以东，这拢大部分拢高山原住民族，好，哦，高山族。所以台湾你甲分先分两大族。一个是高山族，一个平埔族。那么高山族，即摆已经有十六族啊，哈。上早咱咧讲九族文化村，哈，较早高族，其实即摆已经有十六族啊，哈。那么西部平原即个平埔族嘛有十几族，啊，较大族的甲分好十族伫遮，啊，咱来了解一下。就是宜兰遮有一个克马兰族，哈，宜兰。那你在台北吼，哦，国道五号有一个克马兰客运，对吧？克马兰，克马兰，读克马兰。但是你若用因葡萄牙语吼，哦，可能读用 K 迄个音，哦，克马兰哈，噶巴兰哈。那么台北地区有一个凯达格兰族，就是阿扁啊做总统了，把总统府头前迄条介寿路改做凯达格兰大道。迄就是咧纪念台北地区的凯达格兰族、平埔族哈。那么桃竹苗叫一个道卡斯族哈。过来中部，包括一部分的苗栗、彰化、台中、南投，才有三族伫遮咧运作哈，伫遮生活哈。一个八寨哈，八折海族；一个帕布拉哈，啊，佫一个马木萨。因这三族伫这个范围咧活动，那么嘉义甲云林有一个红安雅族，哦，后人敢若两字红雅族哈。过，哦，来南部台南地区安平，这族上大族的平埔族叫做西拉雅族，西拉雅哈，哦，阿扁也就是西拉雅族哈，哦。那么各有一族是高屏地区哈，哦，这族。这张图还阁无出现哈，叫做马卡道族，就是迄阵谢长廷去高雄市选到市长哈，赢这个吴敦义，第一届有民进党的这个市长伫高雄市选到就是谢长廷。那么伊为着要纪念这个马卡道族，所以有伫这个纵贯铁路哈。这个纵贯铁路，哦，这个火车咧开的纵贯铁路，边啊开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，哦，所以你呐，平常时介少人知影马卡道主，啊，我来讲，我本身就是马卡道主，啊，那么你呐要记这个名，我跟你讲，你等足够记的，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，哦，安尼你一定会记，火车来包弄死，哈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安尼都记起来哈。哦马卡道主哈，好，翕不完。无你若有带这个随身碟哈，你会当电脑做咱的东西，咪要甲 copy 哈，都内底都有啊。好，好，好。那么其实咱85%，咱在座这台湾人，咱有85%以上。拢是平埔族还是高山族的后裔，咱的血内底大部分拢是咱高山甲原住民的迄混合的血统。那么有一个特征的平埔族，你若甲你的手弯开，只要有一个凹痕，你就是平埔族的特征的迄个后裔哈。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讲，你的脚掌头啊，上尾上细肌迄个，然后鼻唇呢？迄嘛是咱平埔族的特征。过来就咱拄啊，比如顶毛讲，你若无久坐大位，啊，恁的家族绝对是平埔族，吼，哦，好。过去
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是母系社会，是中国人、汉人哈，因所谓汉人，这个郑成功因开始来了，台湾开始有父权思想，无依扎是女孩子哈，台湾的女孩子是当家做主，做否定了哈，而且郑成功了，甲清朝来了，开始改变哈，他不也变查甫的哈。大汉沙文主义往查甫的做否定啊。过来平埔族有一挂习俗，啊，就是讲嫁娶无故爱坐大位，啊，这一个。过来女孩子你若生囡仔了，做回来爱食麻油鸡酒，好有无？好，这拢是平埔族的迄个习俗了哈。好，那么咱来检讨讲是安怎？咱会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，莫名其妙。啊，咱明明都，咱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都日本人，啊，咱才变得摕中华民国身份证。啊，这是根据哈，什么哈？就是1952年日华台北合约第十条，啊，咱来看伊讲啥，就讲就本国语言，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。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甲配偶，所以施行后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，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，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，你也感觉足奇怪，加入任何台湾澎湖，加个这台湾澎湖，个这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，表示啥？上后壁这个就是咧讲咱本土台湾人。啊、你来看上头前，我觉得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，这下就对了。你会去马英九做台北市长，你讲把遐个高沙原住民族讲，我要把你们当人看，不，视同啊、哦，视为，我把你视为人啊、哦，把你当人，伊心内是讲，啊，你都唔是人，我给你当作人来看。啊！你都唔是中国人，唔是中国国民，我甲你当作中华民国国民。好，其实咱唔是，咱是日本国的，哦，大日本国的人民。好，安尼怎意思？哈，伊咧讲的是把我们本土台湾人，哈，视为中华民国国民。所以咱根本唔是啊，伊是去个麦克阿瑟讲，啊，我为了要管台湾人好管理，所以我拢甲当作中国人咧管安尼，所以。我那发身份证给因，好，好。过来，那么是安那台湾人无国籍，这原因就是讲，1952年7月，旧金山和平条生效进前哦，哈。日本的法院就取消咱台湾人日本国的国籍，哈。啊，所以，伫旧金山合约前，阿未生效前几个月，取消日本国国籍，啊，但是。1972年，日本甲中华民国断交，咱头拄啊迄个台北合约第十条，咱取得中华民国国籍，因为断交的关系，所以迄个台北合约失效。台北合约要签的时，得爱美国，等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日生效，迄一天，在美国的强烈主导之下。迄阵有两个中国，吼，一个中华民国，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。美国强力主导讲，你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来签台北合约，所以台北合约第十条要等到当时生效，都要等到差不多三个月以后，吼，这个1952年8月5日，吼，开始台北合约开始生效。好，迄阵咱摕到中华民国国籍，但是这個、中华民国国籍是因为1972年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，所以咧台北合约失效。哇！日本甲咱取消咱日本国籍，啊！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，本来咱暂时摕到中华民国国籍嘛失效，所以变成咱台湾人无国籍。好，这嘛是咱2006年10月4日，咱秘书长过美国。因为华盛顿这个特区的联邦地方法院哦，给咱判决的哈。
啊，结果这个判决照讲台湾人爱觉醒，但是迄阵国民党甲咱封锁，所以差不多百分之一的人知影，知影这個、有看到这个消息，但是唔知影这个变化遮大，哦，大家不好像不痛不痒，没有反应啊、哦。那么咱台湾人潜在国籍敌对边呢，恢复国籍啊、哦，当然咱潜在国籍咱就是大日本国的国籍哈。哦那么要恢复国籍，要哪处理？要哪用？就是头拄仔咧讲的琉球返还模式啊、哦。琉球好、哦，经过美国跟日本政府协商了，开$320,000,000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。根据琉球返还协定，伫1972年5月15日，美国甲琉球包括尖阁群岛拢还予日本哈。哦啊，因为日本当然，因等于日本了，自然就恢复日本国籍哈。啊，将来咱嘛爱要求美日本美国来跟美国参详，来签一个台湾返还协定哦，咱完了等于大日本国。好，那么国籍有分属地主义跟属人主义。属地主义就是讲，只要你伫迄个国家哦，你孩子底下个囡仔生落来。你迄个囡仔自然取得迄个国家的国籍，好，譬如讲，像那中国人，做个去美国生囡仔，因为伊遐个囡仔生来，迄个囡仔就摕到美国的国籍，啊，这个妈妈、爸爸就会当去啊，依这个囡仔依亲，哈，啊，原来当摕到美国国籍。那么，包括你伫美国的，譬如美国的富人家庭生囡仔，还是伊的尊定生囡仔，拢自然取得。美国的国籍，好，这是属地主义。属地主义的好处就是讲，迄个囡仔伫迄个国度生落来，摕迄个国家的国籍，大汉了，伊自然会爱迄个国家。好、哦，伊就袂做一款污染环境啊、污染土地、污染水源、空气这款工作，较袂。好、哦，伊会想要好好保守迄个土地，保护迄个土地，保护迄个国家。哈、哦，那么属人主义，属。国籍呐，属地主义拢是后壁先进的国家，属地主义嘛，属人主义的拢汉民族，受中国文化、好儒家思想在东方这国家这，包括日本嘛要安尼哈。所以属人主义就讲，伊迄个爸爸，这个父权思想不能搬到对移民去到生，讲伊是华人，因为融入当地的社会，所以先啊。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拢排华，旧金山美国旧金山也排华，纽约嘛咧排华，印尼排华，阿根不迄个马来西亚啦，还是菲律宾拢咧排华，就是伊袂融入当地的社会。因华人呐、啊、去到一个所在，拢结归洞一个地区，叫做 China Town， 有无？唐人街。啊，所谓唐人街就是迄、那个都市上落后上。治安上歹的所在，哈、哦。你这个课应该要4点钟才讲完，我今仔干了2点钟呢，哈、哦。所以我要较简单讲。过来，咱来明白咱台湾人的血统。过去咱有讲有唐山讲无唐山嘛，向王听起来敢那对的，哈、哦。安尼向王听讲啊啊，咱的祖先拢唐山来，大错特错，哈、哦。唐山要过台湾，心肝结胃丸有无？因为迄死亡率太高了，冒的风险足大。啊，你也想讲，唐山讲当时大清把迄个郑成功赶走了吼，大清有颁布一个禁海令，以阵把郑成功打败了，把遐个部将杀死了，有诶俘虏拢掠了，搁遣送等于大清。伊不好，你留在台湾，要阁跟平埔族夹夹做伙，阁要反清复明，所以甲遐人拢在郑成功的遐个部将掠了，等于大清了，颁布禁海令，就你无大清的律令，啊，这个路条啦，哈，命令你袂使来台湾，啊，所以这个唐山公会走来台湾，一般啥物原因你敢知？就是一定作奸犯科嘛。捕快要甲掠嘛，要通缉嘛，啊无就是欠花仔钱无力嘛，走路来台湾嘛。
啊，要过来台湾，迄阵的船啊细只，台湾海峡这个乌水沟风浪真大，所以做个冰船，哦，死亡率很高。那么，唔是台湾，唔是干那有登山公呢？啊，咱本土的阿公敢拢死了呀？无可能嘛，哦。啊，登山嘛，当然较无可能来台湾，因为女孩子迄阵呐，大青拢白卡，就无好你活动力伤强，无好你。我袂走嘛，啊，这就是汉民族哈，因为思想满清的思想嘛，所以女孩子要来走来台湾的几率足少，所以那有登山来查甫的来到家，那要娶某，一定就地取材，娶咱平埔族还是高沙族的女孩子哈。好，但是咱来看登山公来台湾，十个来，六个死，三个留落来，剩一个，一个佫回头伊讲。台湾原来无趁食，吼，嘛可能讲水土不服啊，真啦，吼。但是你要想，迄十个来是安怎会六个死？吼，就是头拄仔咧讲的，风浪大，船啊细只，那船变过，可能就几只船淹死了呀。啊，有诶伫半路，那讲船无变，半路，因为一般人，吼，因为汉人足少咧坐船来嘛。啊，佫卸只船啊，足颠簸的，所以连咪着新船着吐，吐甲连胆都吐倒出来，吼、哦，啊吐甲脱水，啊是，比如讲伫船顶伤久，迄水无卫生，吼、哦，啊着，拉肚子吼、哦，脱水死，吼、哦，所以因遐啊因那边过来嘛，是讲拢招三五只船做伙，安尼五趟互相噪音安尼过来，所以那登陆起来第一件代志做啥？大遐死人嘛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即嘛啦，大好了，就问迄只、迄边、迄只。啊，你台湾未？啊，问这只讲，啊，你平你台湾未？台湾的名安尼来，好、哦，埋怨之地啊。过来，这三个留落来，敢会活？这登山公，所谓登山公，一定走路来台湾的，就已经足少啊，哈、哦。这三个老人敢会活？来，咱来看1874年牡丹社事件。伊当时就是琉球迄个宫古岛的渔民哈，因为发生海难，为东海岸吼，满洲东边吼，台东这边遐登陆起来50几个，结果有可能误会，跟南台湾族的高沙原住民族，哦。发现五个，所以有台死，剩12个活落来，和这个平埔族的这个茶城、这个保利村的人，甲护送去凤山府城，甲转送返去日本。那么日本政府向台清抗议，讲是安那恁台湾人、台湾的渔民，台清伊甲回答讲，哦，迄是化外之地，哦，非我所管辖，哦，迄、那个。迄阵是中央山脉一当吼，都访辽以南，差不多拢大清拢有伫个沿路拢有设这个人质关，有无？就是讲到山边山脚遮，这个界限人袂使过入去。你若入去山内，迄个高山原住民出草台是大清不负责吼。啊，所以日本政府佫讲，啊那唔是你管辖，安尼我要来个处罚吼，要来个讨伐。台清哥回讲，罚与不罚由贵国制裁之。哦，你要甲处罚无，恁家己决定了啊。哦，迄跟我无关的。所以日本就派3000个兵嘛，因为阵日本都啊明治维新，日本政府派足侪哦，那个优秀的军官哦去欧洲遐哦去甲德国学一挂陆军作战的迄个技术，啊甲英国学一挂海战的技术，所以派兵就来。揣无所在，拄仔咧揣无所在来实兵演练一下，拄仔阵啊派来牡丹来拍这个牡丹社这个南台湾组。但是虽然日本军有军医，啊来到遮，当然咧拍日本军一定赢，因为伊的设备较好，佫是正规军，吼、哦，因有正规步枪吼，啊有山炮，啊咱的南台湾组敢若有弓箭、长矛。啊！甲单花的猎枪，
爱武器吼，差人一个世代。但是日时啊，见日本人，啊那暗时啊，哦，迄游击战的往高沙南台湾主营，所以一个拉锯战底下见几啊工。所以日本军拢是日时啊，赶紧拍靶去到一个庄啦，放火甲烧烧嘞，赶紧爱撤军，啊无暗时啊吼，迄高沙吼，伊拢腾只脚，行路无声，来无影去无踪。哦，你若去看迄个赛德克巴莱无？有人啊，我去看赛德克巴莱，也就我看卖，哦，差不多四分之一无够嘞吼。啊，你去吼，日本军半暝若要放着，往那足紧张诶，足惊出去头壳都落落来呢。哦，迄真正恐怖吼。好，啊，结果咧烧战，日本军烧战伫牡丹社事件。哦，烧成死的五六十个尔，但是破皮死的，哦六七百个。要求啊说，什么原因？就是因日本遐吼，因算寒带，来到南台湾这个从正热带雨林的所在吼，蚊虫足济。我记我去日本了啦，七八抓，无我唔捌叫伫日本叫蚊啊叮的。嘛，敢那毋捌看过虎鲟？我阿南台湾迄阵虎鲟网啊一堆啊！你敢那迄个，你咧食便当吼，日本军咧食物件吼，迄物件煮好，迄个虎鲟沾起来，你拢做着困，食咧日本人拢老塞，好无？啊，迄个网啊定着，着迄个登革热，啊老塞脱水会死啊！较早无啥物好个药啊，吼！啊，所以日本军思想。拢是因为破病死的，着可瑞拉、着马拉利亚，有诶无诶只，好、哦，所以另外日本这正规军来着死个死伤这么惨重，何况乌合之众这三个够留落来，这上计看活剩一个。啊，你会记讲，咱台湾人迄当时是母系社会，妈妈上，查某这边上大哈、哦。那么你看咱台湾的女孩子，正做家长高高在上。啊！迄阵你会去听，咱定听一句话：“招翁有无？”捌听到招翁无？啊，有听到牵手无？啊，牵手，咱即摆拢想讲是查甫去牵查某的手，对无？其实毋是呢。以前母系社会是女孩子主动的，我看到这查甫缘投高墙大汉，嗯，这个来牵伊的手，招伊转来做阮翁，是安尼呢？你莫误会，讲牵手是查甫去牵查某手，唔是迄阵女孩子是掌权做家长的，一家之主，所以伊主动会当牵伊查甫的手，招伊当啊做因郎。吼啊，那弃用，我等下讲弃用，唔是弃用啦，都即马拢有咧讲试婚嘛，啊，迄阵就是讲招伊当啊，哎，我都不怎么样安尼吼，都阿婆讲做啊做工过。安尼，若等迄查甫在时啊出门去做工过啊，这女孩子会当甲伊查甫的家当用棉被卷卷的，还是草席啊卷的，甲下到门下口。等迄查甫回来看到伊的家当从下伫门下口，他就知道他已经被休夫了。安尼伊就爱骂的，爱个走爱走。但你会记，迄当时的登山公来台湾。无啥物，伊拢走路就无啥钱嘛，吼、哦！所以伊来，第一有工做工，无工做啥，做乞食嘛。啊，无厝通个住，拄来无厝通个住，住对，住庙宇。啊，庙宇个壁，迄阵拢有迄个十八罗汉对无？拢伫个壁角，吼，十八罗汉下骹壁角咧困，所以人拢讲迄个做罗汉卡对无？就是乞食个白称的对吧？吼、哦！啊！咱台湾女孩子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女孩子，哎，讲要招乞丐来做因翁，会牵乞丐的手来招伊做翁，困难的，智慧啦吼。迄、那个查甫怎样？高强大汉，佮烟斗像金城武啊，刘德华，还有可能啊呐。老娘有钱，我佮他欠一个烟斗啊，送尔吼。哎，阮几率足少。
所以讲有台湾有登山，讲有汉人的血统，足少的啦，困难。咱台湾的查甫都不拢死了了啊个哈，对不对？尤其咱像咱平埔族哈，也是高山族，咱的轮廓拢较深。哦，你来讲平埔族一个特征，就是像我这个肤色，乌无乌人遐乌，白无白人遐白，差不多红差不多十一分色安尼，小可稍微打色安尼。哎，好，我嘛平埔，这嘛平埔族的这个特征之一。好，我来，啊，这我嘛跳过哈。那么，近百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，所以嘛，保存本土台湾人85%依从原住民的血统。我该用原住民，咱是原来这个土地主人啊，唔是单纯讲咱住伫遮尔，咱当时咱伫遮。你徛起的是，加拢咱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咧管的哈。那么咱来看，战败国在荷兰，迄个郑成功打败，所以荷兰人迄两千几个迄个为这热遮兰城遮，而且讲的郑成功也无外高，因两千几个人，迄个郑氏王朝25,000人家围起，甲围起伊弹尽援绝哈，无水无粮食好食，只有爱投降。所以你25,000个人拍要规半年拍袂落来，是用硬围围，甲人无水无粮食食，较投降。所以郑成功也无活到吼。所以荷兰人走，无留啥物荷兰的基因。郑氏王朝20几年后，就因这个施琅叛变，互迄个大清甲灭。郑成功的人台死甲要了，剩尾台不死的，了等于大清。所以嘛，无留偌济政治王朝的人落来。好，大清港澳战争又日本打败，所以大清签这个《马关条约》《下关条约》，有甲韩两年，讲你大清伫台湾这居民，韩你两年来，吼、哦，互你选择，看要留落来，还是要变卖家产，当恁大清，还是刷去国外？两年到，若无离开台湾。日本甲当作日本臣民来甲管理，哈。结果到迄个1895年了，两年末到哈。1897年的是统计，迄阵有留伫台湾的外国人，迄阵清国人对日本来讲，迄种外国人无到10,000的，拄啊9,000几个，其中差不多97-98%。拢是大清的子民留伫遮，你总共甲讲了10,000个好啦，吼，拢总即个大清的人。迄当时咱台湾的本土台湾有300万人，所以是1:300，哦，1/300啦。啊，所以因是留伫遮咧做生意较济，吼，也是受聘雇的，吼，伫遮咧做地销的，吼，有一挂专业的，吼。那么，所以300:1，你看比例足少的。过来，大日本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美国甲肯两个原子弹追到啊。啊，那么蒋介石政府来台湾了，就甲这迄当时伫台湾甲要40万呢，日本的军工教人员拢遣送等于日本。哦，所以日本的军留伫台湾嘛无济，所以咱的血统要有85%，哦，是拢原住民族哈。啊，你若有钱，吼，他开10,000块，你去迄个那北部地区去马歇医院，哦，你马里医师伊专门拢咧研究咱台湾人的基因的这个分类，哈，伊当药验。啊，那南部去高医，哈，伊的检验科遐有咧验，哈，好。所以咱会当知影讲，咱了个，咱了算够纯正，哦，无像中国遐汉所汉，汉人拢向。台家差不多不正义啊，因拢用混血混来混去，吼、哦，连咪蒙古人哈、哦，成吉思汗人家的人来，吼、哦，啊过来就满清呢，吼、哦，因的种族因混甲足严重啊，哈、哦，你若要甲抽个严吼，因哦因，讲较偏啊，因算杂种啦，吼、哦，好，啊所以，过来咱来看日本时代是按台湾人的。户口藤布即马迄样人画甲一块一块乌，哦，你来看，这
台青管咱台湾212栋，拢无甲咱设户口成本，是日本人真正来台湾足认真、足认真做代志，一步一卡印。伊要管台湾，伊首先伊爱先知影讲，台湾到底拢住啥物款人，啥物款种族，啊，拢讲啥物话语，伊来爱调查。所以伊甲一寡即个咱个种族拢写好啊。结果国民党来发现讲，哇、哦，这袂使让台湾人知影，这暗藏起来，因为伊来先甲咱骗讲，台湾人、台湾同胞都已经回归祖国的怀抱，有无？用这句话甲咱骗，咱迄阵战败，台湾人足惊遐，讲啊，惨啊，咱战败，咱缴械啊，咱无武器，啊，中国军来，唔知变怎，要来甲咱处罚啦，所以拢作秘手。咱战败国本来就有自卑的心态，现在中国军来跟你说、哦、我们台湾同胞都回归祖国的怀抱、啊、我们必须的战败国、哦、我们是战败国，战胜国这边大家都跳过来，这样就用骗过来，一句话我们一半的台湾人用骗过来、哦啊、跟我们说我们都是汉民族的后代，啊，这个惊咱知影，申诉拢该划掉。啊，咱即马来看，到底内底写啥？其实内底，伊来先调查讲，哦，比如讲桃竹苗地区，日本人来调查，啊，恁拢讲客家话，伊就该写一个广。但是你莫误会，讲恁是广东来，迄就是讲你是道卡斯族，但是你已经用同化句啊，你已经忘。不要讲，因为一代一代了，你不要讲你原来的主语啊，啊，你纯也要讲客家话，所以给你写一个广，哦，啊，但是你是属平埔族，所以给你写苏番，写一个苏，啊，你那伫富兴乡遐吼，泰雅族的，要可以要讲这个闽泰雅族语，啊，伊也给你写一个生番，吼、哦，所以台湾人去哦。人和这个番个分青个色个哦，生番个熟番哈、哦。好，那么那伫台南地区，你若要讲闽南语，啊，你已经忘了祖先的西拉雅语，伊给你写福哦。唔是讲你是福建来，还要讲闽南语的福建的，原来讲闽南，迄、那个闽南语就是福建南部哈。哦漳州、泉州、金门、厦门拢讲闽南语，啊，因早期郑成功，现在闽南语变台湾郑成功迄阵的官方语言，就是郑成功伫漳州、泉州、金门、马祖，嘛，金门、厦门招兵买马，然后伫金门的廖罗湾誓师，起兵来安平拍荷兰，把荷兰人赶走。啊，迄阵的军书叫做陈永华。陈永华是漳州的人，哦、那么伊伫安平稳定了，还是设一个孔庙，叫做全台所学，有无？那大台南籍人拢知，伊设起个孔庙，那么底下用闽南语咧教四书五经，啊，就是儒家的这个思想，哈、哦。所以闽南语就伫台南南部地区用上济。所以日本人来调查讲，哦，啊，你都本来你拢西拉雅族，啊，你都未晓讲西拉雅语啊，剩下要讲闽南语，好、哦，那么伊给你写一个福，无代表讲你是福建来，所以即马，啊，我呢给你写一个熟番，哈、哦，所以即个资料就是咱的密码，啊，国民党不好能知影咱的身份，咱的身世，好、哦，所以安尼给人骗，讲我们都是中国人，安尼给人骗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咱又骗个大家讲讲，啊，明明八占85%以上的本土台湾人，伫总统大选咱拢会选输。比如讲有三卡都，有像阿扁迄阵三卡都的时，连前甲宋楚瑜拆开，阿扁也开始捡着火烧炉啊，吼。那么伫安尼种啊，就是讲，咱若进2300万的台湾人。你甲讲300万是纯正的中国人，
剩的两千万，本土岛呐，一半一千万，由国民党给你加加讲，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比这个思想，伊支持认同中国，所以伊投票拢投国民党的候选人较济，吼，安尼因一千万加因原底中国人三百万，就千三万，咱一千万较，所以咱大概选举拢差不多摕46%的选票，那总统大选拢差不多安尼，吼。或者，去年2月25哈，《自由时报》报的哈，被要求撤销户籍住居熟，南市政府市内政府管太多，熟就是熟翻了哈。这其实台南市政府的市会有通过，西拉雅族是原住民族，但是中华民国内政部还无承认哈。那么。高雄市甲屏东县嘛咧响应啦吼，所湾子平埔族吼，好，过来咱来检讨讲，中华民国军政府来台湾了，伊用对立交，就甲咱本土台湾人饲甲服服帖帖。好来，第一个，利用二二八屠杀精英，吼，二二八事件是有计划吼，利用迄个事件，伫进行蒋经国即个情报头子，就伫。台湾各乡镇市咧搜查地方的高人、地方的领导者、士绅的名单，然后利用二二八事件发生准做一届，把差不多30,000的台湾的精英拢抬掉的，因为伊知影若要管台湾，若无把这精英抬掉，这精英的领导抗暴，所以有计划屠杀台湾精英，啊，这三万的精英。是日本政府伫台湾开50年，较训练出来，吼，真可惜，嘛真夭寿，吼，甲杀掉。这人若无死哦，咱台湾真不得了了，吼。若卖中国人来台湾，哦，咱台湾真正是发展搞不好比日本本土较进步，因为咱是一个这个北爪电源开始咧建设，吼，较无阻碍。啊！日本因为已经官僚系统足大哈，所以尾啊，日本去欧美留学的少年呢，日本政府拢甲派来台湾，啊，伊样即个上优秀的，吼，伫因日本本土电管拢遐老的占位占掉也袂放，伊无法度发挥。来到台湾哦，可以挥洒的空间足大，所以来台湾你看，所有日本人所起的东西，也即个日本建筑物。拢总是欧洲式巴洛克的建筑，拢曲线条哟，无像即马你看台北市的建筑物拢直线条，有无？足歹看，咱的天际线足歹看。日本时代起的建筑物吼，那到1940年迄阵，你若用空白翕来，的相片，卖甲你讲，可能啊，这倒位你会认为讲欧洲、欧洲有够水的。哦，伊厝顶真侪拢圆的，门窗圆的。你看咱这個门窗是拢细细格格，拢直线条。因较早条嘛，圆条啊，吼，做侪拢圆条啊。啊，窗户拢一定有花样啊。啊，其实台湾主问题就是为中国军来了。哦，麦克阿瑟命令因蒋介石部队来，开始有台湾主问题。哦，而且我上早要讲的讲，我会记。我细汉，我咧厝边就拢有为着生活拢爱饲猪吼，啊饲猪都一般饲7个月，然后200公就一定掠来抬，啊是掠来卖吼，卖到钱我有通啊注册吼。啊，1949年蒋介石为中国引进到尾200万只猪来互咱饲，咱甲饲69冬卖抬的。啊，即下就是咱像那像高官印这款的，食台湾用台湾，搁嫌台湾，啊，真正台湾猪问题很严重，对不对？哦，台湾猪有安尼有严重无？竟然高官印有法度安尼退休搁爽退，搁能领遐侪钱吼？甲真咱了搁咧饲猪啊，拢袂太得。过来，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。因中国人来台湾，你发现哦，
台湾报道啊，物资真丰富吼。迄阵日本政府伫即个港口边啊，即个所有的仓库拢堆甲甜甜，迄个牛米吼、油盐米糖拢有。啊，结果因迄阵咧国共内战，伊甲即个油糖米盐拢运送去中国，吼、一半倒卖伫乌市，吼、一半支援因咧国共内战。所以结果台湾出产米的所在，竟然台湾人无米好食，拢食番薯签。吼、我细汉番薯签嘛食足济，就是好料拢国民党摕摕去卖呀，吼、所以啊，伊来就是讲，看台湾遮济好的物件，伊开始大量印钞票，用纸甲你换所有的你看会到遮个物件，用纸甲你换，换到咱台湾人厝内钱一堆。了，伊较开始讲40,000元一元，哦，这个对吧？奉令以40,000元比一元折成新台币，好、哦，这1950年代哈、国民党用40,000元一元，是吧？你看你偌好嘢啦！你若讲有40,000,000，40,000元一元，你都要存1,000元啦，哦，那你即马1,000元一天就开掉伊嘛。就无啊，所以迄阵有人卖几啊家的土地，讲要起大厝，我雄雄40,000元一元，拄啊剩会当起一条啊。所以迄个人尾啊爱自杀，伊愧对家人哈、哦。那么赶快，你为这个40,000元一元折成换一元新台币，这个你会当看到讲，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，因为你既然要换币制。你若是有台湾的主权，你那无用恁中华币，你还搁用台币，这个敢若加一个新台币安尼。美国有美金吗？英国有英镑，法国有法郎，日本有日元。啊，你中华民国你应该爱发行中币还是中华币啊？奈无你较还搁用台币，啊，表示伊无台湾的主权，袂使发行中华币哈。好，过来。你，到你那要抗暴啦吼，爱有人才，爱有钱，啊，这大地主嘛就有钱的人，嘛等于发水会跟，结果伊个大地主变小地主，伊安怎变？用耕者有其田，有无？用三七五减租，对无？啊，这个改革土地改革若遮好，伊那无伫中国施行。伊就是无炸土地来台湾，所以反正这土地都唔是我的，我变哪刮变哪切，在伊嘛，伊袂听嘛。伊哪在中国施行啊，就是伊哪施行遐大地主联合起，运动搞不完，还有遐地方的财阀地主甲赶离开中国啊。好，所以无人才、无钱、无地方的条啊卡，无阿托抗暴。哦，台湾人只落软卡一半，过来，二二八事件台无死的，佮利用白色恐怖来佮你定立控制。哦，你袂使讲话讲唔对，讲无合国民党听。哦，你若讲无合国民党听，有只半暝人就判刑，轰掠去啊！哈、哦，过来，敌性反转、身份错乱的移民教育，就是讲。他都我咧讲诶，咱本来建白国，啊伊敢那话讲，我们都台湾同胞回归祖国怀抱，敌心反转。咱本来咧开咪咧修建诶修台啊，咱是日本皇军啊，啊伊敢那讲咱共国诶，所以咱说跳过开咪说共国哦，敌心反转。咱本来开咪敌对，怎么说加入一边，身份错乱的啊，吼、哦，讲咱是台湾人嘛，是中国人，安尼有啊，敢那域民教育。所以咱就读个迄个教派啊，吼，过来用假民主选举。现在咱选举拢会选输，第一，国民党掌控媒体；第二，国民党有钱通去买票，吼、哦，伊个东山就是迄当时日本人要走的是日本人吼所留来的日产，结果大部分拢由国民党接收去，吼、哦。应该讲接收抢劫，迄个劫吼。
啊，你选举的时做个做票，我早期拢会停电，啊，票箱贵个拢落去个伊个票入去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摆用买票，我较早咧买吼、哦，用一包米数、一包粉，啊，是一块纱布就甲咱骗掉去啊。那么即摆钱较大伊吼，毋、哦、是钱较大，钱拢五百、一千、两千安尼咧买。但是伊即摆有用组织战，伊联合里长即个条仔卡，也是林长，伊拢造册，因长时间咧买票，知影讲啥物人买会行，啥物人是列军咧哩买票，行，迄免加开钱，拢造册做好啊。啊，台湾人都好骗，吼、哦，啊，短视近利，小可一个字头甲声都丢掉啊。啊，即摆佫较严重，就是黑白挂钩，林长、里长。负责发钱，后壁对一个乌道的，穿夹克还是穿西装，内底夹一个神像，也有妈祖，也有关公。即马里长发钱后，你收了，换乌道出面就讲，神明有看到，关公有看到，妈祖有看到，票爱投出来，绑架神明，你看这有恶劲无？哦，这敢是咱？当时日本时代的文化不是嘛？日本人甲咱教教，互咱台湾人五十当年，互咱台湾人脱胎换骨，大清212当俄罗斯者，吼、哦！日本人甲咱教教，互咱台湾人修信仰、修时间、修法，对不？敢若讲修时间上简单呢？日本时代咧讲火车呐，万分，敢若讲万分呀？我台湾人来了讲误点。一分甲点钟是差68啊，好不？啊，那咧讲信用，阮爸爸因去台咧讲，阮话讲出来就准算啊，唔免阁写契约。中国人来了，契约写一百下本，才交，阁出代志，阁就无收信用吼。过、哦、来，咱来看外国来即一挂新的品种的物种吼，迄真侪拢荷兰时代荷兰人就引入来啊。第一个。番石榴，哈、哦，第二个番茄，外国各地白拢用番，拢加一个番，这個、番啊姜，好吧？那台湾姜是生伫个土脚底，吼、哦，姜，啊，这個、外国来品种叫做番啊姜，吼、哦，啊个番薯，好吧？番薯，哈、哦，啊个番麦。啊，還有一个番仔花，哦，这种外国引入来，那外国的物件拢加一个番。啊，還有一个荷兰人咧用的，荷兰人头毛红红对无？人有只拢讲是红毛国的吼、哦。啊，因咧用的土水泥啊，咱拢讲红毛土对无？好、哦，啊，所以这种。过去你若无解释，咱刚才咧讲阿蒙陀阿蒙陀，啊，唔知是咧啥物东东，结果就是荷兰人迄阵在咧欧洲都食高科技的物件吼，胶砂胶石啊了，都变作混凝土顶国国哈。荷兰台湾人，咱若要讲外国的，爱甲叫做番，对不？啊，但是咱去做兵，遐中国的这老士官长，咱拢甲讲老欧啊，对不？用老挝啊，你称呼这中国人，结果咱家己讲了唔对，因爱叫新汉籍较对啦，对，因是外来的嘛，啊，咱家己咧讲咱是汉籍啊，佮家己看不音，那闽南语呐看不音就是家己亲自的味道了，哦，比如咱若咧讲车，车就较大只有无，啊，那车就较小只，较大车。我常在讲，人咧讲拖拉库，你就知影讲这作寡只，无人咧讲拖拉库啊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咱爱多边讲啊，咱是乌是本土产生的，吼、哦，本产的，因遐老士官长爱甲叫做老乌啊，嘛唔是老乌啊，韩籍啊，吼、哦。国家错误的认同吼，为对来，咱来看。
咱拢错甲中华民国当作我国有啊，讲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，吼、哦，这大错特错啊！啊，真正嘛讲，啊，我是台湾人嘛，是中国人，啊，那算那较好朋友，那有咧讲我有时啊甲拄着，嘿呐，你是人嘛是狗，我有时啊拢那个小看等的，吼、哦。好，那么咱以陈云林2008年来台湾吼、哦，做咧，迄阵马英九。要求伊个警察，从桃园机场到台北市沿路袂使出现因家己个车辆机，所以警察拢咧收只机啊，车辆机，甚至甲民众抢来，佮压长佮担笨做人。啊，民进党只个支持者独派者吼，竟然佮摕中华民国旗啊咧要献予这个陈云林看，表示伊咧捍卫中华民国。啊，中华民国敢是咱？咱个国家唔是啊，所以民进党个人嘛是头壳无清楚，中着国民党个毒中遐久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把中华民国旗啊当作因迄国个旗啊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等到五千旗，伫台北市吼夜夜飞，马英九还佫派警察伊个警察来个保护，惊日军呢，吼、哦，去个抢来搞破就佮放火烧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旗啊是因老大。江泽民、胡锦涛，吼、哦，因个因头家的旗啊呢，吼、哦，一定要保护。哦，过来咱来看，2012年伦敦咧办世界，吼、哦，奥运会时，吼、哦，本来只有车辆旗。那么阿强啊，向伦敦奥运会抗议讲，你太无运用沿用这个奥运会模式，爱挂迄当时五环旗，中华民国 Chinese Taipei 的五环旗。那么伦敦奥运会自知理亏，所以把这旗啊收起来。啊，讲台湾人搁底下咧捍卫中华民国有无？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国民党教育成功，甚至2009年，单局伫高雄办四大运的时吼，请个立袂了，这个三太子嘛，迄个运用起啊咧发国旗，吼、哦，发因的中华民国国旗，讲咧爱台湾。啊，这就表示这少年呢，嘛是。就是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民党的毒，吼、哦，真深，唔开会讲走到去到伦敦遐咧捍卫中华民国国旗，啊、哦，啊，这个台湾人读个无清楚哈、哦。那么咱这几年哈、哦，三四年来一直咧讲这个论述，所以这届哇，中华民国这个国台办，嘛，中国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来台湾的时哈、哦，这去年6月25，车辆旗都拢无看到。五千旗嘛无看到，哈、哦。好，那么咱过来看国家认同错误这个始作俑者是谁？咱来看1999年5月7号，中华民国国民民进党了哈，伊、哦、台湾前途决议文，这个就是阿扁也要选2000年的总统的时候，为了要吸引中间选民的选票，所以伊台湾前途决议文讲。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哦，这足大个错误，无差阿扁也读法律嘞，这偌严重了。李登辉做总统的时阵讲，中华民国在台湾有无？表示伊本来不是伫台湾的嘛，是为别个所在刷来伫台湾。你可以看到他流亡的痕迹，所以叫做中华民国跑来在台湾。啊，这呢？我讲阿扁啊，你若要卖台湾，无你嘛卖一个较好价嘞。结果刚卖，连卖都没有卖，直接用送的，对不？无你嘛讲卖一个较好价嘞，咱大家来分钱，结果无哦。所以这无差异是法律的哦，伊是海商法的专家哈。过、哦、来，2011年10月7日，蔡英文。代表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哦，伊是前主席，要选迄个2012年的总统。结果伊伫高雄市的罗岗讲演讲的时候，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是台湾，中华民国已经唔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李登辉佫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，来到遮，蔡英文佮讲已经是咱台湾人的政府了。
啊，赶快看马兵啊，赶快！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对，等划等号啊，也是连卖都没有卖，直接送，不不？你看，啊，这两个东西，民进党上观战的党主席啊，伊头壳都无清楚，唔免讲其他的党员，嘛唔免阁讲其他只一般的百姓。哦，你看台湾人有食力无？好、哦，那么咱请问？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好，来，咱的独立纪念日是对一天，美国独立纪念日是七月七日，好，因为开国纪念日，台湾国独立纪念日对一天，无人讲得清楚。过来，那么台湾若要独立，要为对一个母国独立出来，有的跟你讲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伫台湾抓头抓尾拢无名，吼、哦，也无人讲为中国独立出来。同款，旧金山和平条约要签，这两个中华民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拢无代表出来签。吼、哦，有人讲美国，反正美国敢那摕到暂时掌握台湾的占领权、地上权俩，无主权。你正经若要独立，爱为日本。大日本国独立出来啊，对哈。好，那么咱来揭穿中国人的一挂文字把戏了哈。中国人做个讲一堆了哈，啊拢讲白贼的啦，啊拢讲个汉国国的哈。咱来看因国共内战的文宣之类了哈。迄阵国共内战，国民党，你会记国民党因国共内战吼，这两个党。因是赶快弄黄埔军校出来较济，就迄个黄埔军校是苏联提供迄个金钱甲枪支，啊设立了。啊，迄阵蒋中正、蒋介石做校长，周恩来做教务长，好、哦，所以像那国共内战，国民党摆足严重的就是讲，你啥物建筑，你知知，我知知。啊！你咱种黄埔军校的，你要用什么胶装拢差不多。啊！而且毛泽东较厉害，伊安排伊的间谍伫蒋介石的边啊，所以蒋介石有啥物战略，拢也有捞出来，好、哦。所以兵败如山倒。但是国民党宣传嘛，赶快做个要做个，虽然宣传书阿强啊，但是伊本身嘛做个宣传啊。哦，你看伊建书伊嘛，佮敢那建尔吼。哦那来讲，伊要战败，要撤退，伊唔讲撤退呢，伊讲我军转进，转进就是转个方向前进，撤退嘛是转个方向前进，但是伊都不爱讲撤退，伊讲转进，我军转进神速，哦，会一日千里，哦，这照跟他飞嘞，哦，听下跟他作搞的，不过共军的追赶不及啊，你看，听下，可能拍赢，迄个感觉吼、哦，你看有厉害不？啊，那用闽南语讲四字就解决了，讲叫做怕输招赢，嘛招到位台湾来，吼、哦。35姓输到剩一姓，招来伫台湾省，啊，台湾省这块土地，佫唔是中国的领土，是日本天皇的土地，吼、哦。过来，那么中华民国那看台湾这个名号伫媒体上的运用，吼、哦，伊就好康啊。就都用中华民国的名字、哦、中华民国又与某某国建交，有无？那建交都用中华民国，啊，那断交呢？台湾与某某国断交，用这部的，哦，所以故那几啊十年来拢安尼看哦，你就嫌台湾、切台湾，看不起台湾，都像咱早期咱细汉国校，咱也说闽南语，说客语。就是用法讲，我讲方言，好、哦，我说台语安尼，啊，方法钱，啊，像我迄阵无钱方法，尾后我就爱举伊头啊，阿哥，啊，我迄阵就安那搞怪咧，啊，我都讲台语，讲惯势啊吼，啊，足主人就主人讲，啊，就不是用，啊，伊拢用挑拨离间，佮叫咱台湾囡仔讲，你要看有谁讲方言，要跟老师报告。
做了了别，台湾嘛做着了别，去甲老师聊。啊，我即马加伊啊吼，老师讲啊，你加伊也也袂惊，佮换来加水桶啊，内底底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水，啊，你加久会酸啊，啊，手到尾了无力就淋了规身躯淡面啊，糟蹋咱台湾人吼。好，那么咱来改正咱一寡错误的言辞的例啦吼。啊，像我咱拢讲外省人吼，讲甲朗朗上口，啊，即句话唔对变哪改？啊，咱学员咱想看嘛，啊，恁别个恁捌听过，卖讲哦哈。有人知影无？变哪改？台湾我简单分啦，台湾有两种人，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。就是咱头拄咧讲诶吼，前属台湾及澎湖吼诶居民甲伊诶后裔，就是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一天，中国军拢也未入来，吼外国诶军队包括美军拢也未入来。迄阵住伫台湾顶边，咱诶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，包括所生诶团到咱遮下骹遮囡仔后裔，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。剩诶呢？足简单，全拢拢外国人，包括中国人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其他国家派来一些这记者，吼、哦。所以台湾无外省人，因为你若甲讲外省人，咱变本省，啊，所以本省咱就是台湾省，就变中国的一省。所以咱来讲，因叫啥啦？中国人嘛，足简单嘛，吼、哦。卖讲外省，因为你若讲外省，咱就变本省。啊，本省就是以中国的一省，变中国的一部分，哈、哦，好，过来，全省咱嘛定讲到朗朗上上口有无？电台咱也定听着讲，全省药房拢有咧卖有无？全省服务站拢有咧甲你服务有无？咱嘛讲到足顺，啊这唔对呢，啊咱讲到足欢喜的呢，吼、哦，足顺的，啊这唔对要怎改？有的人讲啊，全国。对吧？唔对，因为台湾唔是国家，台湾只是大日本国一个地区，好、哦，一个地理名词。要哪改？专区哦，啊，专台湾对啊，嘿，袂歹，专台湾对，嘿。过来，咱嘛讲大陆，讲个读书呢，哦，你呐？甲你个外国朋友，比如美国朋友讲，啊，我后礼拜要去大陆佚佗一礼拜。你这个美国朋友一定头壳都正了，到底你是要去对？那因伊个逻辑思考，因健康个逻辑思考，因为全世界有6个大陆，来美洲大陆、南美洲大陆、欧洲大陆、非洲大陆、澳洲大陆，搁一个亚洲大陆。啊！你到底是要这6个哪一个大陆佚佗啊？好、哦，所以要改啥？啊？讲中国的话，唔免阁加迄个大陆。你若去美国佚佗，你袂去讲我要去北美洲大陆的美国，你袂去讲啊？我袂去讲美国大陆嘛袂。中国无唔对哈、哦。来，省道，那么讲啊，到省道。啊！若省道，咱就变人一省啊呢，所以嘛唔对，要安怎改？哎，大家是台语先对。啊，毛人讲呢，搁一个纵贯线对。你去到纵贯线，南北二路拢会通，无唔对。较早拢讲叫做纵贯线，台清有够笨死啦！伫你台湾212栋，无台台为家人开一条。纵贯线开到屏东啦，日本政府来台湾11栋，就为家人开条纵贯线开去到屏东，沿路铺桥筑路，但是迄阵敢若西里大桥还在拍桥墩，无多也未完工，但是有已经有便桥啊，吼，所以已经规个拢通。啊，台清迄阵哦，那较大个溪河吼，像。像这个，淡水河啦，吼，还是
屏东的什么高平溪，啊是曾文溪，啊是这个罗水溪哈，大清都拢大安溪，迄拢无在了做桥过，大清无迄个技术来看，啊不就是伊无心。哦，包括讲迄阵因为拢等在等在，有河流的所在拢等在哩，所以无法度连贯纵贯安尼规条通。所以日本一个开这条路开好，人家讲纵贯南北的这个纵贯线。好，啊，那大清迄阵无这条纵贯线，那高雄遐人买来台北边啊，爱坐船啊，行去海岸边安尼，爱船人无识无大只，所以南边的叫做下港，啊，那淡水遮叫做顶港，有无？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有无？就安尼来，迄阵就是因为路未通嘛，所以爱走海路，有无？啊，佮港佮有分嘞。安平吼，安平原来迄阵早期原来好，算较大个港，荷兰人来开安平港。啊，进口物件入来爱拍税，吼爱抽税金，荷兰人来抽税金。啊，即马就有人走私，走去打到港有无？打到是迄阵富港，啊，所以你若为安平港入来有。那像即马有讲有大税单、税条有无？我伫正港诶，啊，那大高迄边叫做副港，就是有低保诶意思啦，有仿冒诶意思，啊，招数诶意思啦。我你若讲我伫正港诶，就是有拍税，光明正大进口诶，叫做正港。嘛，把讲这个物件好诶，就对啦吼。好，先得爱叫做那一即马叫做台语线啦。这个是较健康，啊，是台湾第一条纵贯南北的道路，哈。啊，我迄阵要细汉读国校啊，买高三年级，啊，阮家对面迄阵进口日本的乌多麦，啊，我看伊咧加水哦，啊，我问我哦，啊，你这加水就会走啊？伊讲嘿啊，我这日本车啊，我这加水就会走啊。其实伊也是。较早做水冷式啊，哈，伊原因爱用水落去轮缸，像咱汽车拢嘛爱水箱爱加水，同技术用水冷式的。那么如果你若伫这条台线，你开车，你拢加水来走，安尼你甲讲这条叫做省道，安尼我就无话讲，安尼吼，好。啊，如果你若那加气话，你就莫甲我讲省道，你要甲我讲台一线哈。好，偷渡客。这句唔对，要哪改？过去咱啊讲要去人个国家，爱去，唔是爱去当地大使馆申请签证啊。譬如咱要去美国，咱是咪爱去美国在台协会，还是较早的美国大使馆申请美签？有迄个美签了，你甲提护照，护照去到美国个时。要去海关，伊甲伊讲：“哦，你有签申请合法的美签，安都好你入面。啊，若无原籍遣返，啊，偷渡唔对嘛，吼、哦。如果偷渡客，那偷渡会当用偷渡客称呼，安尼呐，咱有一天咱等于咱到门拍开，啊，发现贼偷伫内底偷个物件，没护照，啊，你看到伊爱甲拍招，小偷客你好。”是不是呢？那这逻辑啊，啊冰箱有凉的，你有摕开食无？啊人客呢？人客唔爱交代。偷渡是一个犯罪行为嘛，所以啊叫做偷渡犯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咱中国人伫台湾会抓到偷渡的人，会甲号做偷渡客，就是迄阵二十几年前台湾钱淹卡白，中国迄阵要做善车，所以迄阵。为中国，尤其为这个福建呢，有一个长乐县吼，是这个福州外海有一个上大的岛，叫做平潭岛。中国人查甫拢为遐偷渡，坐渔船啊，来南寮，进到南寮渔港，还是去屏东那边东港、枋寮遐登陆起来。啊，迄阵呢，咱的海巡、咱的岸巡、哦，咱的警察，那做主管拢中国人。
台湾人拢做副官、副官呢，副主管。所以那抓到，那些主管讲、啊，这都阮故乡遐来的人客，要来找阮佚佗的，所以甲当作人客，所以甲叫做偷渡客。伊毋是徛伫咱台湾人的态度咧，讲这你非法无经过合法申请就走来的。咱台湾人的心态是讲你是偷渡犯，但是因中国人的心态讲啊，这阮故乡来人客来吹又吹，所以有这偷渡客。好，来，啊，咱今麦要搁咧用，啊，今麦是今年是民国几年有无？啊，你民国几年生有无？啊，这唔对啦，咱都是中国人搁咧用因的名迄个年号，好，爱改啥？哦，大众造的这也对，啊，那通用世界95%以上拢已经用西元，啊，你民国要甲换做西元，足简单。比如讲，你若民国50年出生，你甲加十一，1961年就对啊，加十一就对啊，哈。过来，台湾总统陈水扁，这句唔对，安怎改？台湾不是国家，所以不可能选一个总统。现在选总统是错误的。好，你看看西藏的这个达赖喇嘛，流亡去印度，叫做达兰萨拉。啊，因底下嘛有咧办选举，选伊的总理。因咧选总理的时候，印度人敢有做伙咧选？无啊。流亡去啊，因。徒步的人家己咧选呐，人印度人头壳清楚袂，堪咪去遐选徒步的总理。啊，中华民国流亡走咧台湾，因咧选总统，啊，咱台湾人去堪咪咧选安怎？啊，就等于你承认你是中国人嘛，你唔可以堪咪选。好，啊，简单讲就敢那讲，因帝国咧选帝王，哦，较早有一句话有无？讲日本人叫做。因日本警察足歹嘛，吼、哦、啊有讲日本人个呾讲足高阶，啊即日本狗，啊日本战败狗转去啊，吼狗去换猪来，好无？狗去猪来，啊本来日本人足歹，吼、哦、你若讲囡仔咧哭，你若讲等下叫警察大人来哦，敢若听到警察大人咧囡仔准点伊，唔敢哭，就是日本人个权威作物个。你去，阮爸爸因咧讲讲，日本时代咧讲警察讲嘛，拢嘛加后壁加一个警察大人，尊严足大，威严足大。但是中国人来了，你嘛警察所迄、那个大人煞胖人，剩警察，对无？本来是警察大人，位阶真悬，即嘛剩警察，愈做愈细，变警察啦，对无？警察啊，佫做了佫愈细。连警察都唔是变贼头，无讲地保啊，啊地保啊，过来唔是变贼头，贼头来佫唔是怎啊讲合法派遣的罗马有无？两个月前你看嘛哈，两三个月前，东区因迄个 K 唔是 KTV 啦，夜店有无？警察是咪遐敲代志，迄个遐少年呢，佮拍死有无？伊咧合法判刑个罗马，伊咧敲代志啊，对吧？来讲到位啊，你嘛讲到对啊，哈，我讲，我等陈主编上台，来看到位啊。好，台湾唔是国家，所以唔可以看人咧选咧总统，讲帝国咧选帝王，啊，咱九国啊走去咧参加，咱是日本国啊，吼，够足中啊，够是好。啊！猪来台湾吼，哦，你乌白吞，干来食，食佫佮你嫌，对无？吞到乱七八糟，哦，我是在够袂见笑的吼。佮佮你敢称呼因是高外人，高级外省人吼，高外人。好，那即句话唔对，安怎改？哦，恁啊，我规个公布答案较紧啊，无时间啊。中华民国流亡总统陈水扁。哦，对不对？伊算伊就职嘛是向中华民国宣誓就职的呀。哦，伊嘛是用去中华民国迄个宪法咧宣誓啦，哈。
而且是爱家的流氓哦，因就流氓来遮咧选的哈，拄啊像土蕃流氓去达兰萨拉咧选因的流氓的总理哈。好，过来台湾退出联合国，你看，派康的就用台湾对吧？那么，就刚才讲一间房间，这个房间，我将来唔捌入去迄个房间。啊！你讲看到我为啊提出来，为啊行出来，迄叫做啥？看到鬼！我也无入去房间，你讲我为啊行出来？台湾都毋是国家，将来毋捌加入联合国，哪有可能会退出联合国？好、哦，所以正确答案是蒋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。哈、哦，啊，这高级班会去讲较详细。哈、哦，过来，1979年。美国跟台湾断交，啊，这较简单，咱头拄也讲过，歹空的拢用咱，其实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哈，唔、哦、是咱台湾啊。过、哦、来，中医，中医唔对爱改啥？哦，较早咱拢讲要来看汉医哈、哦，包括今麦日本嘛，要过来用汉医哈。哦、那么。以前无中国这个名称，中国是孙中山哦，打败满清吼，算革命成功，才开始在中国，无真正也无中国啊。所以清朝以前嘛拢讲汉语，包括日本到今嘛受了儒家思想、汉民族的思想，伊嘛是较近日本嘛用咧用汉语无改哦，所以中国。为着要迄个用伊个中国这个名，要甲咱自助行销，所以连汉语也甲你改做中医。啊，若得安尼改吼，啊，万一若以后一个国家吼，咧、哦、管中国的事，哎、啊，较早有一个吴国无？越王勾践啊，一个吴王无？夫差对无？嘿，啊，如果若换迄个国家咧管中国，啊，无，迄个国家即摆若咧医生要来看。看无医，啊，都无医，嘿，啊，保死的吼，所以是汉语无唔对哈。好，好来，台湾你讲拢讲歹人，无恁安尼对无？即句唔对，伫台湾即句唔对，爱改啥？我请问，您敢捌食了？伫台湾的中国人布条啊，精米出来互咱食，唔捌嘛。所以雷公拢讲啥物人？讲台湾人对啦。咱的许多人透风落雨，雷公死呐，见个好嘛，啊出去咧巡山水。所以雷公拢讲咱台湾人啊。那么中国人若透风落雨，做王太咧创呐，因伫厝内咧拍麻雀，啊咧捏迄个水饺有无？包水饺，要他讲也对，所以拢讲咱台湾人。好，过来，不要怎么样？不要把无知当幸福。那么过去恁阿伯来遮上课，恁活着天真活泼又可爱，哦，无烦无恼。管你台湾要即只船要驶去对，拢无要紧，无我的代志，你唔办嘛？反正有船长咧驶咧，咧管你。但你若来遮上遮课了，你心内就有负担，因为你已经知影，你不再是无知。你知影了，你知道你这个肩膀要帮忙扛一些责任，你爱为台湾来付出一寡代价，来替台湾做伙行出一条路。好、哦，过来，真侪人拢讲啊，我无当无牌，这个叫做假情歌了。个性伊若无插政治，伊拢甲政治当作作乌暗安尼，吼、哦。结果你唔插，换政治来甲你插，吼、哦。过来，无插政治，计高尚政治你若唔插，政治是一个公共事务。咱台湾人若唔插，拢放互中国人插，就像即嘛，好无？咱台湾人无够积极，所以小英三只小猪气节遐好。竟然要会输，输这个，这样失败蛮久，吼、哦，
功能慢研究的，还佫小片者，吼，啊，这各族可能咱只高级班的拢有听过。来，我讲一个慢研究，吼，毋是做个 long stay， 所以有一届去一个农户、养猪户的农场去参观，啊，有饲猪、饲一挂鸡啊，吼，还有饲狗。那么天光的时，马英九就讲要求主人讲啊，你做头前带阮参观。哦，你若要上厕所，咱无休困啦吼，点点去。那么，这主人甲伊讲，无啦，总统你行头前啦，啊，我都拢较惯势吼，行伫个精神后壁。哇，马、羊啊、狗，啊，伊平常时咧赶猪啊、赶鸡啊、赶鸭啊，吼。伊作主人就讲，无啦，总统你行头前，我较惯势行伫精神后壁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即嘛到中昼，我那办一桌，办一桌做节操，请慢叫。啊，其中有店伊家己饲个，无猪油啊，无用康师傅个即个土鸡啊，啊店甲撞烂，啊慢叫一个硬着硬着鸡卡。你中国人呢嘛，做个鸡身，做个用漂亮的词句。咱讲鸡脚就鸡脚，伊个咧讲凤爪，好无？捏一支哦，这个凤爪好，捏一支大伊个盘，搁捏一支特别捏哦，主人哩，啊主人这个凤爪好啊，主人甲讲，好，报告总统，阮无咧食鸡脚，阮拢老狗食啦，卖狗，安尼啦，嘿，好吧，今嘛小开慢叫变一个全民运动哈。过来，你不要哈，怀着好心做坏事。我来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有两个兄弟啊，哈，啊，古早拢还袂有闹钟的时，因两拢咧抬猪，为少年咧抬，抬到中年，到四五十岁时，一个兄哥哈，煞觉悟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呢，开始。念经拜佛吃菜安尼，啊，干那剩弟弟继续抬猪趁钱吼，来饲这哥哥。但因阵无闹钟，因拢互相提醒，那啥物人先醒，就叫另外迄个起床做去抬猪。啊，所以即嘛哥哥咧吃菜，啊，那弟弟呐先醒啊，就叫哥哥来哦起来念经拜佛咯。啊，那哥哥醒就叫弟弟来起来起来抬猪哦。结果两个到百岁年老死，哥哥下地狱，哦，爱伫地狱就含阎罗花。嗯，我哪会落来地狱？我拢食菜念经拜佛呢。阎罗讲，嗯，啊，毋过，啊，你拢做歹代志啊！你拢透早就叫弟弟起来抬猪啊！啊，人因弟弟拢透早起来叫你念经拜佛啦，所以弟弟上天堂啊！好安尼。知影无？就是怀着好心做坏事。那么你今仔下当来到家，你还感谢给你介绍的人，他是怀着好心做坏事，做好事，做好事了哈。我说，我给你发广告费。对，迄个国民党甲北京伊，我讲怎么北京伊广告原来卷舌呢？哎，嗯。我那北京话那讲个做练灯啊，等于说台语说开始操练台语哈、啊。所以你也感谢，但是你有另外一种人，他就是怀着好心做坏事的懂。哦，你莫有当民政府骗你去诈骗集团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款呢，其实伊无来遮受过训，伊哪有来遮了解过，等于佮讲诈骗集团，我无会讲。伊拢无来，唔知影咱直接咧教教遮精彩、遮真实的诶真相。啊，伊竟然讲阮是诈骗集团。世界上大个诈骗集团叫做国民党，吼、哦。伊自六十九年前开始甲咱骗到即嘛，吼、哦。伊这足够高明的吼、哦。咱台湾人伊又骗到讲，我们唔知影揭发这个真相，吼、哦。为中国来拢唔是好物件。啊，这个、东西，咱那咧美人拜，拢你算什么东西对吧？
你敢捌听人讲，你算什么南北？无人安尼讲，我拢嘛讲东西，所以这东西就不是好东西了哈。啊，这有原因就是讲，咱台湾有出产香蕉甲山啊，哦，足香个甜个好食对吧？全世界的人拢爱食，尤其日本人。啊，你若甲这个物件甲卖去厦门，卖不到好价钱呐。厦门毛山个香蕉啊，按足俗，因人工俗，土地俗。成本低，你伫台湾，你总共有你遐个，咱来一斤香蕉二十块，你甲有你遐个三倍卖六十块，你卖不掉，因为因遐操作啊，可能两块就差不多十两块，才代表十块，因都咧卖安尼，咱去啊绝对了钱吼，袂赚。但你若甲香蕉山啊甲有你东京日本哦，东京卖三倍至五倍价钱。二十块会当卖到变一斤八块，赶快日本的来啊！甲澎湖那来卖来台湾，早期呐，然后五十年前台湾还无，第三还无种这个另外的事吼，但台湾澎湖拢头日本种较济，我迄阵的澎湖足贵的哈，所以你看，迪化街台北迪化街咧卖叫做南北货，对不？高雄的三凤中街咧卖嘛是南北货，无人咧卖东西货，对不？卖东西货拢了钱，干那南北货较有钱赚，吼、哦。所以，从我咧讲，不是好东西，就是这个观念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呐来台湾，不，为了屏东起来到这，哦，像屏东今仔日头嘛正炎，穿薄薄的衫。就会使，好来到遮，我着阁背心着阁加落，西装加落，甚至还阁开暖包，因为冰冻太温暖了。我来遮，若拄着像即款寒流，我拢会感冒，鼻腔着咧开始咧塞鼻，吼、哦。所以我若见来拢了感冒，所以我对中国来即个寒流，我拢足感冒的。过来，沙尘暴好不？这沙尘暴较早无。十几年前才开始有啊，啊，这什么人造成的？毛泽东。迄阵五零年代，迄阵毛泽东讲要超英赶美，哇，哦，所以就土瓦炼钢，甲人民公社村庄边仔附近遮个树啊，拢撮出来，掀土炉咧炼钢，笑的。啊，树啊撮掉到尾啊，树啊死，紧乱，土地沙漠化。啊，东北季风若飞了，遐沙啊，就飞飞回台湾来。啊，你若支气管较烂的，都拢会扫吼。后来啊，这几年有雾霾，好无？啊，这就是因无顾环保，全世界那生产过程有毒的物件，因的环保袂过，还是讲伊不爱伤害因本土，就落订单叫中国人去做。所以中国变作世界的工厂，所有上毒的人不爱做，拢叫伊做。哎呀，戆戆接来。所以，伊个整个环境拢有迄个环境荷尔蒙产生个毒气拢起来，啊，不然啦，东北季风都飞来咱台湾，所以即几年也有雾霾，吼、哦。郑成功讲到这个吼，伊成功，咱就失败。什么原因？1624年，荷兰人来占安平，同迄年荷兰人去占纽约的曼哈顿，遐开一个港口，甲号做新阿姆斯特丹。结果你看。380几年后，这个纽约变作世界上大、上富裕的一个上先进的都市。那么，安平较早一户二六三万家屋啊，伊第一名。我即卖咧，伫台湾六都，第一都台北都，第二高雄都，第三台中都，第四甲台南都。伊连第一台湾伊第一名都无多，所以变作尾下第四名。所以那卖荷兰人又点点赶走，咱即马吼荷兰咱因遐阿拉来佚佗，哦，大家拢高强大汉，咱拢跟荷兰人混血查甫缘投，查甫的水。哎，来看看，我个拢讲荷兰话啊，这毋是中国的一部分啊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咱就无迄个问题啊！好，今仔我时间到，多谢各位。
好，以后有机会好好甲各位讲，多谢，谢谢。